事主，真是抱歉。正在闭关，打扰你们了，请问事主如何称呼？我姓王。你不是村里的人，是来投亲的吗？是。不是。到底是不是？原来是来投亲的，到了之后才知道亲戚已经不在了。要是没有落脚的地方，就先住在我这里吧。谢谢恩公。一清师傅，你看到那位王大哥了吗？没有啊。他不会不辞而别了吧？我们去找找。他在那里。他趴在草丛里干什么？难道他是盗贼，想打黄老爷家的主意？谁？我。周兄弟啊，是你，吓了我一跳。你趴在这里干什么？是不是想打黄老爷家的主意？周兄弟，你误会了，我不是强盗。阿弥陀佛，王施主，您能不能告诉我们为什么会趴在这里？我可不可以不说啊？你不说，我就抓你去见官。我说，其实我不姓王，我姓黄。你与那位黄施主难道有关系？他是我大哥。你说你是黄老爷的弟弟，为什么不去相认？我没脸去见他。我们父亲去世的时候，把家产都给了大哥，我不服气，就偷了家里的钱去外地经商。后来听说因为失去这笔钱，家里的生意差点倒闭。您去外地经商，怎么会沦为乞丐呢？我误交损友，钱被人骗光了，变成乞丐。这就叫报应。我这次回来只是想见大哥一面，向他忏悔。您为什么不光明正大去拜见？家丁不让我进去啊，我只想等大哥出府，当面向他谢罪。大勇在家吗？我在。大勇，我家老爷要打造一个盘子，用来装贡品，供奉弥勒菩萨。您放心吧，没问题。黄施主，一清给您介绍一个人，这位施主是……我跟周兄弟一样，也是做碗碟的。好啊，多一个人帮忙，生意一定会更兴隆。我还有别的事，先告辞了。两位不要误会。我只是想亲手为大哥做个盘子，向大哥赔罪。你也会做盘子？我在外地做的就是碗碟生意，希望两位能给我这个机会。没问题。你们看看这样行吗？黄施主，您做的不错啊。怎么把盘子给黄老爷送去。哼，小和尚总给咱们捣乱，这一次我也要捣乱他一下。你的魔力还没有完全的恢复，现在施法会伤害气息的。切，就算损伤一些气息，我也要教训一下小和尚。嘿，黄老爷，您要的盘子我们已经做好了。这么快，拿来我看。
这个盘子是谁做的？是我。你是二弟？大哥，你当年骗了家里的钱，如今又拿这样的盘子来向我炫耀。炫耀？没有啊。你画这样的图案还说不是炫耀？这这不是我画的。除了你还会有谁画这样的图？你当年偷了家里的钱，我要抓你去见官。你们为何在此大吵大闹的？里长大人，你来得正好。出了什么事了？他是我弟弟黄毅，当年偷了家里的钱，我要告他。可有此事？这黄毅，你大哥说的是不是真的？是真的。来啊，把黄毅收押候审。遵命。黄施主，你能听义清说几句话吗？要是为黄毅求情，就不要说了。盘子上的图案怎么会变了样子呢？一定是魔精灵搞的鬼。又是魔精灵，我们应该怎么办呢？让义清想想。师父，义清该怎么样帮助黄施主？弥勒菩萨。弥勒菩萨，义清明白了。义清应该让黄施主明白弥勒菩萨的表法。谢谢师父。有办法了吗？我们再做一个盘子送给黄施主吧。有劳义清师父亲手为在下制作供盘。阿弥陀佛。黄施主，家师送您这尊佛像，您领会家师的意思了吗？在下愚钝，请小师父指点。指点不敢当，义清也是刚刚明白家师的意思。愿闻其详。黄施主，您注意到弥勒菩萨是什么样子吗？笑眯眯，很高兴的样子。寺庙里面一进山门，第一眼就会看到弥勒菩萨，这就是告诉我们，想要学佛，先要笑脸迎人，欢欢喜喜，不能发脾气。您再看，弥勒菩萨肚皮很大，代表凡事都能包容，不与人计较，也表示平等心、喜悦相。有了这些条件，才可以入门学佛。小师父说的对，圆觉法师送我这尊佛像，是让我学习宽容大度。黄某虽然不才，自问对家人、对朋友还算宽容。那对待曾经伤害过您的人呢？这小师父是说我二弟，他当年偷了家里的钱，害得家里的生意差点倒闭，这种不忠不孝、不仁不义之人，小师父还让我包容他。黄施主请息怒，弥勒菩萨告诉我们的不正是扩大心量，大度能容天下难容之事吗？更何况小黄施主他是您的亲弟弟啊。小师父说的对，二弟变成这样，我身为大哥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老爷，里长已经判了二老爷的罪，不过二老爷做的这个盘子有些古怪。古怪？怎么会这样？据一清所知，有两个魔精灵一直在暗处破坏佛法，一定是他们在作怪。怎么说，我误会了二弟，他被判了什么罪？坐牢三年，已经启程去县城了。我要追回他。二弟，二弟，大哥，您原谅我了。我们是亲兄弟，大哥怎么会不原谅你呢？你随我回去，我不告你了。大哥，我这次回来，只想您能原谅我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我自己犯的错，一定要承担后果。等我刑满回来，再侍奉大哥。二弟，大哥，阿弥陀佛，善哉善哉。